苏小姐难道不希望你的伊凡哥跟顾青言彻底反目吗？你有办法。你们说的什么玉面修罗，真的不在我手上啊！顾青薇，我今天只要跟你算算其他的账。苏小姐，你来告诉他，莫先生到底是谁？顾青言。 你不能跟伊凡哥在一起，他骗了你。我好想知道，当我不顾一切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当我说要帮你报仇的时候，你又是什么感觉，莫先生？青言，我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女人，可是你就这么骗我，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。 如果你真的恨我的话，你现在就把我杀了。莫家是总理秘书厅的人，这事儿只能你去办。青言，救我呀！他就是个魔鬼，快杀了他！杀了他！ 今日我就将这条命还给你。你醒了。你是谁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是谁？